大家好，今天来打这个拜月教主地狱级，然后用这仅有的体力来打。那我们先解隐藏成就，用洛达队。那这是龙克。那第一关的话，先锁定右边这只。先不要打死他，这边就可以打死他了。然后是另外一下血，还有一回合才能回血，然后下一回合就可以回血。那把艾德洗起来，然后再去下一关。那卡辛就开双子就好了，还有两回合。艾德跳了之后，就可以把他们打下去了。那第二关的话就开艾德，那 combo 也不用说非常高哈，两组就够了，其实一组就够了，大概要60吧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开传承，然后开龙克。后面旁边没装啊，没关系。这边洗三鼠猪出来，因为下一关是三鼠盾，我们要开安多直接把它秒掉。这边就直接开安顿，转得非常烂哈，没关系，伤害应该是够。那这边就可以慢慢洗技能，流星珠，把技能取回来，
应该十比二哈。如果卡西的话，就拍双击就好。这边卡西拍双击，这边有点危险，直接开打击。那边的话也是可以慢慢洗净的。因为他一会儿打5000多，说真的，是还蛮难的。这是第七关了，那这边的话开艾德，然后加安多，因为这是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打到50%以下，它就会直接扣你血100%。那这边就很简单了，开传承。然后再开龙克增伤，19000分，很够哈。其实我妲己应该要留在最后面，只是那个水不死那边卡心了。那是对的话，双子换黑狗也是可以，然后艾德如果换暗基友也可以、哦、那这样就解完隐藏成就了。
那谢谢我们的 Ryan， 拜拜。